咱到关内一间在地企业，除了协助甲湖中心的囡仔观赏职业棒球比赛，今年也阁扩大服务。即处浙江团队早就关键的物资以及欢乐的桂冠游戏活动，到南投真爱之家陪阿公阿妈同乐。当中也阁有真侪志工带着小朋友，做去体验服务的快乐，好长辈感受到满满的关怀。在志工团队的带动之下，带着阿公阿妈到店内活动筋骨，为所来闯关游戏做暖心以外，当中也有满满的关怀。这是由南投县一间在地企业所发起的公益活动，感觉上很温馨，而且其实每个人都会老。好，那其实这些老人家有时候其实他不需要的只是金钱上面的资源，其实更多需要的是有一些小朋友或是跟人的一些互动，那希望我们的今天能带给他们一天的欢乐，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。那员工也是有欢喜心，可以很满满的回忆回去。为着讲扩大着服务，囡仔甲四大人拢会使甲因照顾关怀，而且组成着志工团队，基本集中着南投人来之家来甲阿公阿妈同乐。大公关心物资，这个有精心设计趣味的游戏，希望增加着甲四大人互动。好耍啦！还有算啥？算滚向前啦，王牌投手啦。容易啊，很喜欢啦。不管要钓鱼啊，还是耍篮球，让小朋友伫个边啊，帮阿公阿妈来加油。真侪志工朋友嘛，带着囡仔，到店来体验着服务快乐。那我们也可以来啊，让小朋友知道说怎样能够来啊跟长辈这互动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善心人士也好啊，还是参访团体啊，还是学生志工，我们都很欢迎。只要他们来，尤其是小朋友的部分，人讲老人囡仔想，哇，那他对他们来讲是很快乐的。一定要关怀社会来自于出发，更加希望讲给一份关怀的力量，来让这阿公阿妈带来更多陪伴和快乐。记者吴欣采访报道。